据斯里兰卡每日劲报近日报道，中方准备向斯里兰卡海军赠送一艘护卫舰。据印度媒体推测，中国海军目前唯一现役1053H2型护卫舰沧州舰可能会在维修保养后送给斯里兰卡海军。沧州号护卫舰型号537，属于 053H2 型江湖载导弹护卫舰，原东海舰队舟山舰，是中国第一代封闭型导弹护卫舰三号舰，于1987年建造，1989年下水，1990年11月17日服役，2006年7月31日更名为沧州号，2007年改归北海舰队所属。沧州号护卫舰舰上配备两座79式100毫米双联装舰炮，两座86式5联装反潜火箭深弹发射装置，四座76式37毫米双联装舰炮，八座四联装舰载干扰火箭发射装置，四座双联装鹰击 8A 型反舰导弹，后改为两座四联装鹰击 83 型反舰导弹，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尽管它已是暮年，但宝刀未老。我站在沧州舰驾驶室，俯瞰着大海，思绪万千。这艘沧州舰和我兵龄一样，几乎同时入水，同时为海军部队服役，在大海里漂泊了整整28个春秋，承载着沧州人的梦想。期间到底经历了多少风雨，只有他坚硬的躯体才能够深深的体会其中的酸甜苦辣。